我真是受够了大家，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再喊我搓澡了，行不？天天给我寄快递，又是一大袋子，这谁寄的？青岛大姨，请你搓澡。哪个大姨？哎呀，这霞姨啊，东西都到了。我老同学，你霞姨给你寄的搓澡八件套，人家孩子呀，他妈说啥就是啥。你再看看你，回头安排你俩见面，都跟你学学。收到了，哎，快打来看看。搓澡巾。有。啥呀？白醋，求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不是我放的啊，我放的。你那个牛不锈钢，这什么能搓开的吗？你个妈，我来你还嫌弃我？谁愿意跟你相亲呀？放心吧，我也不喜欢爱抠脚的。孩子倒是哈，妹妹啊，他霞姨呀，别听他们的，结婚呢，我们陪嫁一套房子。哎呀，看不起谁呢？房子我早在头上给他们买好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